Hello， 南都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火箭少女101杨超越，南都娱乐的快问快答挑战。101，谁是起床困难户？我没有观察过他们的起床，但是我觉得，应该不是我吧，因为我还挺准时的。谁是团里的知心姐姐？知心姐姐，知心姐姐，我居然没有想到任何一个人。谁在自拍？美琪，疯狂拍照，就是到哪儿都要拍，就是特爱留念。然后，轩逸也爱拍照，然后小七、大娟都喜欢拍照，彩虹更喜欢拍照，就挺多的。就刚刚出场馆的时候，看到两个大屏幕上的我的那个视频，是我创造101的时候视频，就觉得就是还挺触动我的感觉，就是有种回到了那个时候的感觉。